要看就早一点来砍，要再迟一点啊，等下有东西都给砍了，全部都熟了。头一个就是空的，老虎蟹一大堆，那个空的，旁边什么给挖一个洞出来啊？哦，老虎蟹，又是个空的，这可能是天气太热了，都跑到大海里面去休息了。平常的这尾巴是长长的，现在这尾巴你看这么短了，还有两个尾巴，你看这有一个齐的，算了算了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反正都死了，我也没办法了，就换这里吧。这是算起来是第二茬第三茬的小螃蟹了，小青蟹了。不管它不管它，就放那边，它自己会找洞。你看给溜到这里给握起来，你看会不会盈利，好好在这里长大了，走，别去动啊，走走走。看现在泥龟中午会变色，变成这样颜色的。又一个螺，你看，这个好看不好看？这个比刚才那个好看多了。哎，你看，这旁边还有个小螃蟹，这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只小螃蟹。哇，你不要占我地方了。哇，这个你看，这海豚越来越长起来了，碰一下它收进去，收进去，收进去，还会喷水。缩进去，把那胡须都卷起来。这是一个坑的地方。哦，看到螃蟹了，难怪。给握了，这都是泥巴，出来。哦，出来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你看它往那里去，哎，它也知道往那里走。哦，我，看一下。哎，这个看颜色都不很怕，大是挺大的。哦，不很怕，来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不很怕的哦，它们白白的。嗯，这一斤最多五六十块，可惜了，100多块了，跟五六十块了，你看会差多少？50块跟100多块不只是差价钱，如果他是胖的话他还更重。哦，现在有点多加一点就可以了。这也是螃蟹，哎呦，我的脚还挺硬的，两个螺没了。可以可以。